古风卡牌女性像养成手机游戏《瑶光路乱世公主》，我们要在唯美又精致的朝代大臣，成为预言中带来乱世的公主殿下，在动荡的政治中追寻阴谋的真相，并经营荒凉的封地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游戏的画风相当精致 ，Life 2D 的嘴型几乎可以对得上台词，对话中提到的道具也会在动态上完美呈现。眼前的帅哥看起来更是栩栩如生。为了跟帅哥有更多的互动，解锁更多剧情，我们必须进行战斗跟经营封地。战斗采用回合制，我们可以选择两位前排跟两位后排角色，角色帅气好看，释放大招的时候简直是让人心动不已。他们也拥有各自的特性，像是瘴气、全攻等等，必须搭配得宜才能顺利通关。经营方面则是以放置型玩法为主，我们必须要接订单来制作商品，才可以获得经验值，提升封地的等级。接着将商品上架，提供民众购买，赚取大量金钱，这样才不会在养成角色的时候发现荷包空空，养不起男人啦。